宵夜吃葱温玉牛冻啊！来，我们来进行打蛋的游戏。来，蛋要打开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这个很多葱，很多温玉，然后我们现在弄个温玉下去打。好漂亮，一颗很漂亮的蛋下去了。那这个有个蛋壳，把它捡起来。嗯，好，那这个丢掉。漂亮一颗蛋，然后再拿一个筷子吧。其实的话，用汤匙拌一拌就好了。要放进去啊，宵夜呢？为什么我公馆店就没有遇到这种客人？YouTuber 啊，很多变态 YouTuber 啊，啊脱衣服啊，啊乱七八糟胡搞瞎搞搞给你看。我公馆店为什么就是没有遇到这种这么有趣的客人？我们这边超有趣啊，就像你来这边上班哦。嗯，对，我们那边专门出那个，我们公馆店专门出那个大学生奥培。嗯。学生奥培真的是麻烦，唱出来。这学生才会很，妈的，你学到几号？8397，八三九七这一代就是，谢谢。嗯。